有一方面是我爸妈跟我的朋友都说啊，参加这个就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展现自己啦，就是在成功这个地方有一个机会可以展现自己的才艺表演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成功其实也是对原住民文化这方面也是很有心的，因为我们部落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所以部落的规模比较小，所以希望有一天可以把就是年轻人都找回来，然后就可以一起参加丰年祭这样。因为觉得那个什么成功的青年都已经到外地了，然后现在在成功镇上的青年很少，然后就缺乏一些人来宣传成功的阿美族，大部分都阿美族的文化，然后而且现在老人也有出现断层，然后年轻人，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必须跳出来，然后想办法去找出最原始的那个文化。对，其实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吧，然后就是上大学之后对自己原住民文化其实是有点疏离，那因为这次活动也跟联合丰年祭一起办，那也可以去接触到自己的文化，对，让自己可能以后会碰到的更少，所以趁现在还可以的时候就来参加这个活动。哦，有一半是因为钱呢、啊，啊，没有了，开玩笑的，就因为我宗教的关系，所以很少参加那种原住民啊、丰年祭那种的，所以我想说，就这一次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就让我感觉一下我真的是阿美族，然后也是我第一次穿族服，所以我就真的有点激动。来参加这个联合丰年祭，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原住民更团结，然后就是可以借由我们年轻人选这个活动，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边有这样子的活动，然后让更多外地的人来，也让原本的族人知道其实我们是很团结的。就是如果像是这次联合丰年祭有先拍宣传广告，然后如果我是庆善大使的话，可以帮忙就是协助拍摄这个广告，然后或是有游客来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发一些传单之类的。哦，现在这几个孩子其实应该在讲说，在因为我这次来等于算是第二届了，所以变成说从上一次到现在，我觉得说这次的孩子都还蛮年轻的，那他们的资质我是觉得说都还蛮优秀的，那在今天早上的一个训练课程，我觉得说他们学得还蛮快，那学得很快，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相信未来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能够成为成功镇的一个代言人那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可以为成功镇带来更多更好的一个资讯。